现在要去哪里按？按钮啊，旁猪边有钻个按旁，钮，哪里记得啊？记得按钮，哪里哪里按钮？猪那旁个边，这个金完钻全没石有的这人个看得吗？右键哦，右键哦，钻石这个吗？嗯，哎，右键哦，右键按了，哦，不要按按错了，了，笨瓜瓜。完了，我要被完了骂完了，了，我完我全要不被行，骂了。我哇，傻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哇，什么东西啊？完了，怎么有人出跟我一样的题目？愚 人节。这什么？我不管，我乱猜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天哪，哪，What the fuck？愚人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一个东西耶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要往哪个方向猜了。我是不是又在浮前后面呢？有人跟我出一样的题目，你好坏哦！哇塞！什么？这个要从哪一边看呢、啊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哇！哦哦哦哦！啊，这个我怎么猜到样？了。可以吧？好像是这样子啊，像哇！吗？这个怎么办？这有人跟我出一样的题目。真的假的？可是你盖的超好的，我一看就完全懂你。剩你啊，剩五千。等我再打了。完了，有两个题目一模一样哎、一模一样啊！一模一样，那你要再盖出一模一样的东西？啊！这太简单了。怎么可以出没看过的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好难哦！我盖了两只一样的东西啊！是不是一样的？你可以再盖一次一样，不是？你看能不能做一点小变化？我想一下、哦，防御题是这样开嘛，对不对？我哦，这觉得好难哦！那样子表示已经更最好了。这好难，这好难，这怎么盖啊？这怎么盖？怎么能够猜这样子的东西啊？这是怎么猜到的？然后这是这怎怎么？么盖？我不会盖这种东西啊！这谁出的啊？What the fuck？发挥我的创意的时我候真的到了。完了，我真的不会，我这个不会盖啊！哎呦，给你出道难题了，好爽！这真的太难，这真的难到爆，这哇，繁星你在搞我啊！不是啊，是他真的是这样子啊，我好，看到就是那样子啊。那就不要怪我无情。我知道这个虽然跟愚人节刚没刚关，是但是放我这个这里发挥吗？得很开心啊。对，该高一点。哦，这样好像有点太随便了。就不要怪我无情呐、哎，你们说那个人的头像怎么拿？在那，你是玩家头像吗？对啊，我跟忘玩了。家玩的人就跟那个装饰类，滚到装最下饰。面，然后旗帜上面那几个，不过它是背对你的。哦，看到了，Thank you。对，这样会不会太随便了？应该不会吧。
放上来吗？不行。好啦，差不多啦。指甲好快。呀。好，要按钮忘记了。嗯。不要按钮了 ，easy。哎、欸，羊要喂什么东西？小麦。拿在手上吗？对。小麦在哪里？食品。不是。那个最后一个木材材料类。哦，看到了。他会跟过来吗？啊，上次什么事？他不会跟过来啊？会啊。会耶，不是不会耶。哎、欸，你滚滚下滚轮，再滚回来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的极限，好不好？不会啊。要我盖这种东西哈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这样。可恶！不会吗？那你杀掉它，放在你要的位置。哟！哎，哎，小麦哦。是小麦、欸、有没有 feel？ 打你一票！我怎么盖得出这种东西？好可爱哟、哦！他会不会变另外一个？哎、欸，时间到了，对不起 ，sorry。我跟你讲，这真的太难哦！哦、oh! 哦、oh! oh! ！What the？ 啊？哎、欸！哦、oh, ，你们好残忍啊！哇！是什么？哇！白青，嘿、hey ！你把梅博盖的东西移到这里来哦。对，这啥、啊？我还在努力想他盖的是什么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？我知道。哇！这是什么？哦、oh! ！我 get 到，我 get 到。等一下，这个红石，我完全 get 到你了。哦、oh, ，太会了吧！天哪，是谁盖的？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该不会是？哦，完全 get 到、哦！我知道是什么了啦！哦，这好难哦，这个。优秀。哇！太优秀了。优秀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我看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耶，两个一模一样。这应该比较像这个吧？这才不是那种东西呢，对吧，各位？是不是？如何？这个题目这样子可以吗？嗯？嗯？没有，它一定不是。好难哦。它一定不是。等，让我改一下。他做的是这个，所以我觉得叫这个应该比较合理一点。那是愚人节的吗？算了，我放弃了。我觉得还是这个比较好，没事。啊，我觉得改这个可能比较好。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微抽象哎、欸。我也有点哎、欸。这个。这样子。把它改长一点好了。我改了一个答案，我两个猜不一样，但它是一模一样的图哎、欸，然后我两个猜不一样的答案。我还没有遇到两个一样的，都是的。你等一下就会看到。遇到好像哦，两个好像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已经不是好像，我是一模一样哎、欸。该不会我跟人家撞题目了吧？该不会有一模一样的东西没有做到？快点，繁星猜的，好了，猜的，好了，好，我来了 ，Go！ 哇，这怎么办啊？这怎么可能盖得出来啊？对啊，我猜那个就很难啊，这怎么可能盖得出来啊？哎、欸，我每一题都要盖人呢、欸，我好累哦，我也是人呢、欸，这好难，这好难哦，我觉得人生好难。
我决定用二 D 来表示。他穿什么衣服啊？这怎么办啊？这谈，而且我每个人都盖的一模一样，我已经用同一个人物模组来回答所有的。你根本没有什么人物模组好吗？你那么烂。人物模组就是简单的线条，勾勒出他的神韵。永远都是二 D 图案吗？因为三 D 的十分钟弄出三 D 的东西有点难啊。等一下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为什么你会说盖到两个一样？答案，哦不，有人，哦不，公家伟了，哦不，我觉得惨了。我突然想到一个不太好的理由。对嘞，尾巴。等一下，是吧？是有人要歪了。不，有人猜错了。我想到了。好猎奇，好猎奇！我的傻眼。要注意一下，这不一样的地方，这很重要。你跟谁说话？我吧，是下一个人，不确定是谁。我可以重新清除吗？清除什么？打掉吧。现在不到三分钟，你确定？我可以按清除键吗？没有这东西。好猎奇，好猎奇，好恐怖！我怎么感觉？还要尿布哦，真的假的？才有大小的区分，才能看得出不一样的，就是我符合我的题目。我怎么觉得我们撞题目了？符合题，你为什么要偷看我的？没有，我听你这样讲，我就知道我们撞题目了。哪有？我说这样子才符合我的题目的那个。他好像应该也要这样子。看，我惨了啦！可以讲，也是。老人应该没有那么这样子，他老人应该这样子。那年轻的如果这样子，不是怪怪的吗？也不会，哎，这对他希望他可以 get 到那个，对，就是那个变化。关于题目里面的那种变化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努力。可以。好，有时钟这种东西吗？有。在哪？我看到了。摆得出来吗？你要用展示框来材料那个装饰类。装饰类。哦，这个好像有点猛哦。哇哦，这样子如果还看不出来的话，他敢这样有 feel 了吧？好难哦！这太我的这个要工作室的人才会懂。哇！我没办法了，我没办法了。哇！繁星觉得被排挤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又是第一名。不是繁星，你刚刚已经有那个经验了，所以你应该，如果你接到的话，你应该知道我在表达什么。加油！可是机动战士我真的不知道啊。那个之后有空再跟你解释。好好好，不然我给你看机动战士的。哦。哦，没播的吗？我觉得我没有办法，我没办法再更好了，我已经按了。我按了。哦、oh, oh, ，你们已经超时了，超时了，超时了，超时了。阿美的，我们要，快按，快按，快按。阿美，普雷，可能下面人真的惨了，真的惨了。
这是啥？怎么又出一个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神鬼啊？我一直看到这个东西。这是没盖完吧？在后面。这没有盖完吧？这什么啊？这什么？看不懂这是什么、欸？这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也看不懂，糟了。这是台湾国旗吗？为什么？你刚刚不是说盖完才可以按吗？我们都这次不是没有限制时间的吗？的发，你要看是谁的、啊？我在他，是我。他刚是最后一个。我知道这是魔术师啊。我盖个你要抓到这个 key point。抓到这个 key point 也太难了吧！我知道这个是什么，我知道这个是什么，但是抓到那个 key point，key point， 我知道他是谁了，我知道他是谁。不是，我好连续两回合盖了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告诉我，又接到同样的东西，你是不是没盖完？60%的完成度。怎么知道？怎么知道你是拿他的？就那个上面有写了。哦，哪里有写？好像有啦。如果是你的话，60%哦。60%，我可以提示一下，就是我后面本来要盖完整的，后来想说啊，不要盖完整，然后所以我才盖前面的，所以后面那个你可以不要看。哦，这到底是三小啦？我还是他妈看不懂三小。不是三小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是什么。这个，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哎、欸，太奇葩了这个。我猜不出来，这我不知道，这是我觉得这是我可以想到的最好的答案了。